好，但是芳华自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到台湾杨氏太极武艺协会曾志强教练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男主持人，他要为我们表演杨氏太极刀，一名双手刀。 师承马伟焕老师，是杨氏太极武艺第六代传人，担任香港杨氏太极拳总会联络大使，名列中国太极拳大百科。杨氏太极刀向来只在门内传授，鲜少在外流传。 此回演出为杨成甫之长子杨守忠传下来的套路，最能展现杨家太极刀之原本风貌，与现行台湾流传之太极刀大异其趣。演绎的套路为单刀一路，为明代武艺家陈冲斗所编，经以杨氏太极刀功法演绎，并以1.6公斤的。 接下来是由李坤城。